好，那么刚刚讲的是二分法哈，二分就是一刀两断两种而已哈，两种状况。那我们刚刚用的特效是特效为多少，直接指定那个特效的程度。那如果你用的是另外改变这个，你用的是改变的方式哈，它会慢慢加上去。不过那个慢慢加上去其实很快，因为电脑这每一条指令执行的这个速度大概 0.01 秒左右。好，所以如果你一次改变一，好，一次改变一，你把它换掉，那它等一下你按下去的时候，它会变成慢慢变大。好，我把它按执行哈。好，所以我现在把它按下去的话，有没有？它肚子就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大。你一直按着它就一直越大，然后我放掉，它就一次回来零。啊，那如果你要快一点，就一次改变二或三或四，随便你。100，只是100。好。有没有？这样就会比较快，所以速度是可以调整的，有没有？他嘴巴怎么这样？好，那这是因为你用的那个积木，你是用改变，不是用为特效为多少，所以它是一次一次累加上去的。那如果你要把它变瘦呢？负。把它变成负的哈，比如说负300，就一次减5的意思哈。好，那这样子呢？啊，它就会变瘦，有没有？好，这个部分再给你试。